我是民进党党员，我会尊重党的制度啊，不要因为就是说我们内部的问题哦，造成这个我们在执政上面哦干扰。争取连任路上杀出程咬金，初选怎么进行还没定，眼看火车就要对撞，蔡英文话也越说越酸。那任何人如果说有这种自我否定，或者是这种切割的这种，或者是让我们支持者哦有这个不安或者很焦虑的这些作为哦，我觉得都不应该了。句句暗酸赖清德，公开场合却把民调两个字变不能说的秘密，却在闭门座谈大吐苦水，但这番话听起来怎么别有用意？这些人主张说他们的民主机制用民调，我改动民调衰退我输了，但是如果要民调下去哦，这个党就分裂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团结。所以我们不必视初选为卫冕，我要参加的是初选，我们是要脱党竞选啊。所以初选的每一道程序啊，都是民主的程序啊。当然，我也相信蔡总统的民主素养啊，所以这个不会是问题。蔡英文闭门民调说遭解读，根本是怕挑战。赖清德选在隔天回防宜兰，双方北台湾隔空交火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猜来宫廷大戏未完待续。记者桃园宜兰综合报道。